李上海，诶，郭市上海，七德，许顺，强汉，哦，甲你逮捕，有问题无？无啦，我今物甲你上手去。本所于113年6月30日凌晨4时许，破报本辖五角二路段某银楼疑似发生铁卷门遭冲撞情事。本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，现场初步未发现有金饰等饰品及财物遭窃情事。本所员警积极追查，发现系一自小客车所为。经查，该自小客车于同日0时许，车主停放于前镇区永丰路段下车购物，车辆未熄火，因而趁隙遭人窃取。该男子窃取该自小客车后，随即驾驶逃离现场，并于凌晨3时许行至本辖五角二路段该银楼，以倒车方式冲撞该银楼铁卷门，随即离去。后于半小时后再度回到现场，同样倒车方式冲撞该银楼铁卷门，后即逃逸无踪，并随后将车辆弃置在前镇区武清二路段，改以机车方式离开现场。本所员警积极调阅监视器，发现一黄姓男子设有重嫌，随即与侦查队同仁组成专案小组，并向高雄地检署申请拘票获准，并于同日下午14时许在林雅区凯旋二路段顺利弃获黄嫌到案。初步了解，黄嫌与店家并不熟识，亦无仇怨纠纷，为其犯罪动机为何，并未清楚交代。专案小组将持续清查该黄男之手机通联内容及积极调阅监视器，并向高雄地检署建请羁押，以厘清案由。